好，人生倒霉，人生倒霉 ，Ready Go， 阿五，阿六，阿五六，七八了，七八了，七八七八七八。五六七八好了，准备好了，那我们进到我们下一个环节，联想打妹 ready go。联想打妹 ready go 是什么呢？对，好，这个是一个节奏游戏哦，就有点像接龙游戏。不过说是接龙了，不过以前接的都是有相关的东西嘛。对啊，我们今天反其道而行，我们接的都是不相关的东西，所以前一个人讲的东西，后面讲是无法不能联想的，就不能啊。如果你被抓出来是可以联想的，你就被淘汰了，就被扣分了，懂吗？对，不要以为很简单，这个非常反直觉的游戏哦，真的很难，我一直输哎，但我有练习，我有练习啊，练习，可以叫你一个人练习吗？你直接考我一个，马上我就马上一个彻底不相关的，屁股毛巾，好作弊啊，好作弊啊。太强了！欸、你刚刚介绍是相关的哦。对啊，还真敢，还真敢往地狱去啊！没有，我引经据典啊，就像刚刚那个样，引经据典，好不 好, 好？但是这个游戏呢，但不只有我们玩。我们今天终于要欢迎我们来宾出场，掌声欢迎我们云溪及林大。拜拜！欢迎欢迎！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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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张的哎、欸，为什么超紧张？哦、oh, ，第一次上脱口秀，第一次献给你们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而且我今天好像穿错衣服，我以为你们大部分都是男生。我们大部分是男生啊！我们有女生，还有观众朋友们，这个还有比我更男生的吗？看不出来吗？我说的谢谢你观众啊，观众啊，观众，观众，怎么那么讨厌男生？你以为应该大部分是女性的？我原本以为是大部分都男生。男生的、哦，对，想说哎，可以来这边蹭一下你们流量啊。殊不知啊，换衣服跟我换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会被检举哦，这个影片。我要先穿一下蹦迪才可以。我要先帮我集中一下，我没有办法看啊，不好意思。你不行，那还是你跟我换。我说的是吗？不是这个，好像有点肉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你裤子跟他换，他会很性感哦。哈哈哈哈哈！膝盖而已。啊，今天不是换装大考验。好，以及我们下一位来宾林大。大家好。哎、欸，你们刚刚帮他那个置入那个蹦迪，他快笑死了。我觉得你们真的很会猜，可以拿着 Netflix 的时候，然后还可以这样子，对，还可以打，然后20公斤，二十公斤。那时候走路只能这样走，哈哈哈哈哈，这样走路。哎、欸，我下次真的会送你们一人一副哦。不要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举重。我跟你们说，林丹是我好朋友，他其实不只是用在那个女生的胸部上，是男生有老婆哦，贴在膝盖上，对，被罚跪的时候不会痛，是。真的，我下次也送你，我下次也送你。偷偷贴在那个膝盖上的长裤，对，三倍厚，三倍厚，对，还在业配，还在业配，对，一出来还在做。二十公斤哦，但是 Mickey 长本人，你会想要用在哪里？没用了。哎，下次可以玩一个游戏，是粘在天花板上面。哇，太浪费了吧？因为我们粘性很好。你们国中屁孩啊，你们！到时候他们也会不会？哎，没有，没有，屁孩是要粘在人家额头上，直接这样丢下去。我觉得今天来宾很难相处哦，今天真的不好相处哦，大家小心一点点。好，那等一下开始我们的不联想游戏，所以规则都知道嘛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是七个人先一起玩。哇，那等一下有人淘汰的话，那就要先出去到那淘汰座。好，淘汰座在哪里？淘汰座在那里。哦，在旁边而已。对，最旁边。要不然你要门外是不是？厕所那边。我原本想说是不是可以坐在前面这边？前面有人坐好不好？那你们他想要坐在人家腿上？对啊，那你们。我可以接坐吗？有交这位置啦，5万来！哇，这个现在开始卖，开玩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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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淘汰人就出去，但是他就负责当鬼呢，等一下抓
哦，抓人是谁是那个可以联想起来的 ？OK， 好， okay, 那只要有一个人淘汰三次的话，那我们这游戏就算结束。好， 好 ，OK， 那就最输的连续三次，连续三次，好，了解。好，准备好了哦，这是一个暖身的小游戏啦。那站位要站位吗？那我们现在梅花座吧，对不对？梅花站，对吧？通常都是这样，聚会都是这样的。对对对，现在梅花座，梅花座。那就你啦，你比较像女生。好，等一下，啊、身高，哎、欸，身高也差不多，身高差不多，身高差不多一样的偶像团体。哎呦，姐姐，你这害羞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是陈彦达最耻的一次。我觉得真的没有看过太多次这样阿达。哎呦，宝宝，你头发乱了。啊啊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开始，等一下从哈姆开始，哈姆开始，然后一个人过来哈。好，然后如果有人要发难的话，都可以喊暂停。OK， 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连山打妹 ，Ready Go！ 吉普车，卤肉饭，电灯，电锅。电，你们就不能对女生好一点？抱歉，撒娇撒娇，对啊，没有没有，你今天衣服没有穿对，啊、你就没用蹦迪啊，好友，我跟你换衣服。等一下，刚刚发言超色大叔的，他刚刚真的讲到我想到要讲的东西，啊、这最恐怖，啊、真的、哦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这个游戏最关键就是你不能预设，对，哦、真的，真的两个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我们越来越有默契了耶，好姐妹，好姐妹，我组一个团体啊，我是几年戏打回阿健嘞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你。最近你找到你灵魂最真实的样貌了，我没有耶，有一定有，你一定有。我本来应该是耿尬鼠的呢。好，你们小心了哈，小心了哈，断面流氓哎。等一下，从明熙开始，好，从明熙，来，连下大麦 ，Ready Go！ 有讲没有讲？我们要一个预备拍，哦、oh, ，对，这样跳舞的时候会有一个五六七八，对，把手机拿出来，预、okay, okay. 备拍，没有，你要跳一个预备拍给我们呢、啊，好嘞，五六，这样环节，等一下，每一个淘汰出去的人都要做这个，我做什么，你们做什么，准备好了、哦，好嘞，好嘞，有台步哦。啊！连枪打man ready go， 五六七八。你这样在干扰活动啦、啊！你这样太快了，不是要预备拍吗？十六拍，十六拍，快点！原本五六七八好不好？来，好来，连枪打man ready go， 五六七八。桌子，草莓，加拿大，蚊香，蚯蚓，日本。摄影机，风筝，红玫瑰，牙刷红玫瑰，杯子，我的方向了，我一堆人先没有先懂，什么意思？屁！你不可以这样，大家都懂我的意思吧？康康，呀呀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。屁哎、欸，刚刚那个我说红玫瑰，然后他说他也是有红玫瑰。牙刷和牙刷。帮你。别上了，别上了，别上了。对啊，大家都听得懂，上路兄弟们都听得懂，都听得懂，都听得懂。红玫瑰嘛，听得懂吗？都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哎呦，多事。我跟你讲，玩游戏就不可以当好人，大家懂吗？好，来，我五六七八，是不是？好，找我吗？跳。从我做的，从我做的，要开秒我的舞啊！数了吗？打妹 ，Ready Go！ 五六七八，好好笑哦！五六七八，柱子，番茄，风车，小猪，蝴蝶结，老师。投影机，老师会用投影机蛮强，老师会用投影机啊，老师会使用，上课的时候会操作。我们那年代没有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年代，我们那年代也是用皮影，也是用皮影。我们那年代都是土写在土上面，太久了，
然后我们都围着兽皮在上课。我们的年代是这个样子的，那是石器时代吧？对对对对对，石器时代，要不要还有草了，可以吧？被抓出来了啊！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该抓，该抓，该抓，该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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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跳，来！哎，五六七八，连山打麦 ，Ready Go！五，好慢，拍子太拖了吧？七，八八八八八，哪里是开始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？当然是八八八八八八八才听不出来，绝对听不出来。天宝错，天宝错了吗？从谁开始？从谁开始？从谁开始？汤姆是不是？谁刚进来？嗯、你呀、啊，对啊，那是你呀、啊！说什么呢你？拜托啊！好，好给你个单子来，五六七八，吸尘器、水管、飞机、电灯、嘴巴、老板娘、春卷、嘴巴、老板娘、嘴巴。不爱这个老板娘，老板娘没有嘴巴。有啊。哪里的？哪里的老板娘？三重那边的吗？屁啊！有啊，哪一个老板娘没嘴巴？好好提起是不是、啊？为什么没有嘴巴、啊？也不行、啊，而且很多老板娘大嘴巴，你不知道吗？就是，喜很多老板娘多嘴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完全不行吧 ？Mixon 淘汰啊！但是吼，我们是不是要有男生插我们中间啊？好的、哦，对啊，都没有人插我們。你淘汰了，你淘汰了，淘汰了。你这部分倒反应很快啊，其他部分都没有，这部分听得很清楚哎、欸。你中文就听得懂就可以。因为我们要。梅花座嘛，对不对？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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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样我不不忍心搞我的姐妹。让哈姆好不好？啊、哈姆哈姆哈姆来来来，哈姆难得嘛，对啊，难得啊。啊，学妹你要过去那边啊？学妹谁谁？他带着学妹。天哪，我以后都要叫他学妹，我决定了。我以后都要这么叫他。我明天要去春训喽。哎、欸，明天是李多慧的第一场，对呀、啊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在球场哎、欸。你是要跟他李多慧比的人哎、欸。我是陈英达。太近了，这名字。多三个字吧，可以吧？李多慧跟陈英达。好，来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陈英达，真的。好来，哇塞！哎、欸，点菜啊，你们。他们好恐怖哦，跳舞、哦。真的，这群人没人性，你不知道。来 ，make a sound, are you ready?星星吧，星星吧，孩子啊！五六七八去哪了？五六七八，电梯，美国，观众，蟑螂，李多慧，耶稣，胖子，河马，背包，洛梨。嘴巴，威士忌，欸、嘴巴用嘴巴、欸，用嘴巴喝威士忌，哪里喝？威士忌呢？我就不是用嘴巴喝的。哪里哪里？谢谢哪里哪里？哪里啊？我就哪里喝哪里喝威士忌啊！这什么意思？我不要给你喝、啊。示范示范，二十年的，有威士忌吗？有二十年的，你示范一下怎么喝，你喝威士忌、哦。你都怎么喝？不用嘴巴，不用嘴巴，不用嘴巴吗？阿爸用哪里喝？这样手嘛，这拿着酒杯有没有？然后就这样倒在手上有没有？哎，然后呢？溜溜溜溜。啊，是嘴巴。还是嘴巴？别人的嘴巴？还是嘴巴？那不是我的嘴巴嘛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样我知道了。两次了哦，对，现在康加上跟阿德才两次，对，我刚刚看康两次，好，人生大美，人生大美 ，Ready Go， 阿五，阿六，阿五六，七八了，七八了，七八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三二，牛肉饭，铂金，窗帘，猪脚。威士忌，猪脚威士忌，猪脚威士忌，有啊，吃猪脚配威士忌，很好，很多人这样，很搭很搭很搭，哪一国的习俗？德国德国，雪利桶，德国雪利桶前卫的威士忌配一个猪脚，雪利桶里面有一只猪脚，雪利桶的威士忌配猪脚。
而且你用我同样的、欸，很没创意的学妹，没有人，没有人说犯规吧？可以吧？但是猪脚真的会配威士忌，会，真的会，真的会，对，不犯规，但是很可耻。猪脚真的配威士忌吗？会啊，大家都这么吃的吧？你没有看到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你们有人生日吃猪脚面线的时候旁边配威士忌吗？我们没有人生日吃猪脚面线，是这件事情。对，可能你有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，又来了，十七时代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十七时代的时候，好，来出来 ，OK， 我已经三次了，三次了，哎，那你就是跳三分钟的舞吧，三次哎，三次啊，你居然最输哎，你怎么他刚自己落哎？没有，我还好吧。他人家唱这两次，我一次都没有、啊。好了，我们这一场的这个最终的输家呢，是我们的阿达，然后再给他掌声谢谢。哎、欸，阿达太快了吧？对啊，很快，他很短哎、欸。你真的是跟你的哎、欸，跟你的身高一样短、欸。学姐，讲话得体一点好不好、啊？一直讲这样很快。我是说你说话很快。可以吧？好不舒服、哦。好，我们的环节到此结束，我们先请我两位来宾下台，谢谢，谢谢林娜，谢谢云天，我们先让他们休息一下下，然后到下一个环节，谢谢你们。陈燕达这个样子哦，真的很难得看到哎、欸。阿达长没有，我联想力太好了，我很容易。没有啊，你就只是抄袭我而已啊。需要帮忙吗？哎，没有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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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用了，多余了，多余了。欸、我们真的很不会玩哎、欸，我们几乎一轮就输哎、欸。对啊，你们啊，你们两个、啊，你们是因为听不懂中文，所以没办法联想。听得懂啦，真的吗？什么？听得懂吧？三分之二听不懂，欸、这个游戏对他最有优势哎，是听不懂哎、欸，对那个不，你话好好讲好不好？听不懂。